下面我讲王培生先生传吴氏太极十三刀，共分四段。第一段，七星跨虎交刀式，腾挪闪展意气扬，左顾右盼两分章。这三刀在演练之前，我先把太极刀一般的知识和这个特点先讲一下。太极刀它的尺寸比较长，应该是刀杵在地上，这个上面这应该是跟禅中穴一边高，就是两乳之间。现在我这个刀还稍微短一点，这个尺寸。太极刀的特点呢，又叫单背剑，这个护手是一个万字儿，是一个万字儿，
它既呢又起一个护手的作用，又有一个忌机，哎，雕对方气节的作用，啊，这个刀的话呢，分三部分，分三段，最后这一段呢没有刃，上下都没有刃，哎，上面的话呢，第二段呢也没有刃，第三段有刃，下边的话呢就由第二段开始都有刃，啊，前面这个三分之一的话呢是个剑的，哎，形象是直的，是剑，所以说呢它又叫单背剑，啊，这个护手这点地方呢主要就是隔挡对方器械来了以后可以叼住，哎，往中叼，哎，这个简单的介绍到这会儿，下边由张小香演练。第一刀七星跨虎交刀式开始。腾挪闪展意气扬，左顾右盼两分章，左顾右盼推刀，往后撤三刀，这又叫狮子摇头连三摆，哎，往后劈刀，再撩，再一个左顾右盼，这就是两分章，哎，左两次。好，再做一个背面动作，开始。后撤，后攻，并步，推刀，劈刀，行，左顾，又一个右盼，哎，两分章到这块儿。下面我讲第一段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。这个持刀的方法。这个手四指握住刀靠近刀盘的这地方，大指扣在这儿，啊，刀背子贴在这个被窝这儿，站好。开始的时候的话呢眼神先走一下，先看这角，啊，开始先，啊，回头用着后脑去找那个追着眼神啊，回来冲正东，我要松松出步往下一走，你看啊，这个刀的时候往下走的时候别直着往上迈，它有一个往下趁劲儿啊，下来七星，这是一个上步七星的动作，上步七星的动作呢，这脚底下实际上有一个蹬脚，这个手的话呢，往上，这个刀往上架，这个手有一个穿掌的作用啊，实际上不明显，哎，往下走的话呢，哎呀，啊，用这个刀把子，要不对方的枪，压对方的枪，啊。看手，
回头向右转腰，你看，再出步，这往上架，注意这个手要从这儿推，这是交刀。交刀的时候，交完了赶紧的把这手一个十字交叉，眼神要注意那边。这是七星跨虎交刀式。上步七星，这是跨啊，手眼神转腰上走推，下边第二个动作腾挪闪展一起扬，这是交到了以后呢，这走啊，这在这个膝前下，这个身子呢稍微有一点倾斜，不是这样站着的，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这后手是钩子背钩，这刀啊在膝前面挡着，下边动作松啊，就是一松出步，这一闪身，一闪身出步，这一圈扎，这圈扎下边是抽身掌手，你看抽身上步，这是一个裸，一个裸的动作，这是第二刀，左顾右盼，注意左顾，我从这边啊看得清楚，我这边来吧，左顾的时候身要往前去，刀往后来，哎，这个刀呢咱们枪直接枪来炸了，哎，下边再推，我还从这边来啊，左顾右盼推刀，往后边后撤步，后撤步，后并步，注意这个刀不要太高，它主要是护膝，对方扎膝，一二转腰再推出去，这是一分章，完了往后劈起，这要提身再撩出去，要一个左顾右盼往这儿走啊，这儿插两分章，这个到这会儿左顾右盼两分章，这一段就到这儿。下边的话呢，我把这个击击作用呢简单的说一说，这个第一道呢七星跨虎交刀式，这个交刀式主要是呢他这一个来枪炸了，我这是用这儿的拖住了，你看炸我上枪啊，这就用上了，对吧，哎，这就用上了，这用上了啪，这就是一戳，哎，撤枪要炸我，炸我膝，来，哎，是这个，是这个动作啊，这玩意儿他要炸我中枪，他炸我中枪，你看他再炸也炸不着了，这出去了，你看就这一点儿，炸我去，炸我去，就这一点儿，他撤回来又炸我上头，你看啊，哎，这儿推，哎，完了炸膝，哎，完了炸腰，啪一闪身，一闪身这就炸上，哎，这个动作就是说来了以后的话呢，身啪身一闪，这一圈扎，他要扎上枪，炸我上枪，哎，完了以后他要炸我中枪，我这裸杆子，你看一裸杆子，我这一拽，我一拽这就是拦腰砍，这是这么动作啊，哎。
就是说他在我这儿的话，他抽枪炸到上面，炸到这儿来，你看，哎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哎，炸下枪，我就这儿走，出溜，我先出溜。这个一般的短兵都是跟长兵，哎，枪，大部分都是跟枪接触，这一第一段的积极作用，简单的就介绍这么多。下面开始讲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分三刀，第四白毫亮翅五行掌，第五风卷荷花夜里藏，六一语穿梭八方式。下面由张文祥演练。第二段演练开始，白毫亮翅，然后拖刀，后插步，转体，往下走，玉女穿梭八方式，再走一穿梭，再做一个背面动作，白毫亮翅，往后插步，这叫风卷荷花夜里藏，就是描写动作要低，玉女穿梭八方式，劈，出手，回头，走一个藏刀式，回头，再走一个。下面由我讲第二段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。由第一段的这个左顾右盼两分章，第一段的两分章到这边。这个步子这个稍微有点斜，正东偏南有点斜，这是攻出去，这个刀是往斜上扎的，往斜上扎的。下边的话呢，走白毫亮翅呢，稍微提点步，变成马步，往下刀往下落，落的这刀不要落太低了，就在前面脸的前面，跟头基本跟头平，就是对方扎来能从这儿过去，完了以后再往上拖。往上拖，拖刀白毫亮翅，下边的话走呢，风卷荷花夜里夜底藏，这儿走，转身啊，注意这个，这个刀在这儿没有，刀不能来回晃悠，这刀冲东就是冲东，啊，身转，刀不能转，刀不能转，啊，从这儿。推出去，下边的话呢，走这个，玉女穿梭，绕，这压，这用这个刀背子呢往下压，后手要带，看到，往下压，后手斩脚，从这儿走这鱼角，稍微斜点，挑刀。往后圈圈刀，回头出手，往后扎刀，收脚跟，注意这个刀，这个刀背子要在这个大背这儿，这个劲儿，对吧？收开松腰，这是一个藏刀式，眼睛看这边，这个刀在这个大腿的这边，这刀不要搁这边，藏刀式嘛，顾名思义的话
得把刀藏起来，不让那边这边看见。哎，下边的话再走一个银川庄啊，这方向。注意这个刀的它的进程，实际上是使前面这个刃往前蹭推，是个推刀的动作。哎，这个动作吧，就是一个推刀的动作。注意了啊，松，看着吗？推，挑，圈，回头，出手，扎刀，再做一个藏刀式啊，回。下面讲第三段，第三段一共分四刀。第七，三星开合自主张；八，二起脚来打虎式；九，胚身斜挂鸳鸯脚；十，顺水推舟边坐高。下面由张翔演示。开始，三星开合自主张。步子撤回去，攻出去。好，第二标，第三标，还有第四标。下边走二起脚来打虎式，打虎式，再走一个打虎，两边的。胚身斜挂，胚身斜挂鸳鸯脚两次，拍走，顺水推舟，边坐高，回头，好的，再做一个反边动作，下边开始。头标打出去，第二标打出去，第三标，第四标往后打，好，二起脚来打虎式，一身斜挂鸳鸯脚，顺水推舟往前推，边坐高，回头，好的。现在我讲第三段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，由运气穿梭八方式往下接三星开合自主张。这是一个藏刀式，实际上一个藏刀式，把坐到家，把刀藏起来，眼神往这边看。下边的话呢，走三星开合，这掌嘛横着，这掌横着，往这儿走。这就如同的话呢，对方，枪过来，对方在这会儿，他要扎我，对方在这个部位，你瞧我不得。我不能冲看着他吗？在这会儿扎我，扎我，在这儿扎我没有？我不在这扎我吗？我顺着这枪杆子，啊，往过，看着，这个动作啊，就是走，这个手裸对方的杆子往这儿裸，他就过来，这个刀呢，往这脖子上一蹭，
实际的积极动作就是这么个动作，看到都跟着扣脚。这个动作比较难练的，重心放在这条腿上，重心放这条腿上，这条腿是虚的啊，这个倒要高一点，完了回来走这会儿提膝扎出去，这走一个丁步啊，这个刀的话呢要落到这个左腿膝这儿，跟这个腿成一个十字形，后手是勾，哎，这是一个丁八步，转腰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哎，再走一个藏刀式，回头。下边动作的话呢，就是加上这四标的动作，哎，四标的动作的话呢，走走啊，先提身往这儿看，往是这边上步，要虚晃一刀，这不是真砍，敌人在这边呢，我说起来，虚砍一刀，回往这儿看，这就该掏暗器了，这镖在这在胸下边掏镖，回头啪，这打出第一镖。这个要说明的话，这个镖不是一般的镖，它是金钱代镖连珠发，就是过去古代的时候花的那个铜钱，大铜钱把周围磨出角来，就磨出刃来，一次呢发三枚，哎，一共是十二枚，这一哎发完了以后，这掏出三个来，哈，发出三个来，发出三个，它这个有位置的。这过去老前辈啊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他有个靶子，哎，有一个靶子，木靶子上面画个人，这一镖他三个镖呢就奔胸前，这三镖啪甩出去，啪，哎，回头啪，这就是败中取胜，打不过人家跑使暗器，啪，回人家没打人，人家扎这腿，上来枪扎着腿提膝，回真又掏，啪，这又打，这是第二镖，这是这个转体。第一啊，往前一蹬脚，蹬啊，这就从这一过，这镖就掏出了。他回头没打来人，又扎这腿来了啊！回头这又掏上了，哎，这要打出三镖去，完事扎下边，往下边一合，又扎上枪，哎，转。跑又掏出来，这最后这三镖，最后这三个钱没了，他下边走二起脚来，二起脚起打火式握拳，回头向左转，扣脚，这又一个打虎式，又一个打虎式，蹬脚，披身啊，就如同披衣裳，披衣裳，披身斜挂鸳鸯脚，披身，扣脚，提膝，一。二，伸手，这往前推，嗯，下边转腰，转腰，这就好像下边
哎呀，好像枪扎进，啪，这一圈扎底下，一圈回来，这有一个丫头，回头，边舵高，行船这个高，哎，就形容这个动作，哎，就是顺水推舟，这鸳鸯脚拍完了以后，这儿下来以后，顺着他这杆子往前推，哎，扎下枪，哗，举起这篙来，回头，这是第三段的，嗯，这个动作要领和及其作用，简单的就介绍这些。下面讲第四段，共三刀，第十一，左右分水龙门跳，十二下势三合自由招，十三变合斜石凤还巢。下面演练，左右分水龙门跳，哦哦，往回收刀，推劈跳下势，好，边合斜石凤还巢，收势，再做一个反面的动作，收步，弯腰，上劈，哎，左右分水，哎，这是左右分开，嗯，哎，跳下势，哎，往上捧，好，变合斜石，哎，夹着石头走了。好，收拾。下面我讲第四段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，由顺水推舟边舵高之开始。回头，先收脚，完了又裸，往前上步，哎，回来，嗯，再扎出去，这是左右分水，你看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分，推出去以后，这边再一分，哎，完了以后，跳，挂，劈出去，下边的话呢，撤刀，往下压，抽步，劈，变合斜石。起到这会儿，这玩意儿就收势了啊！注意这收势的时候，交刀，这个手的话呢，从左往右摆啊，哎，摆，注意这个动作，不要一直就拉回来。这里边又含着积极作用，交下撤回来，上步，这个到这儿是到这会儿就整个的这个十三刀，都完了。另外的话呢，我要再讲一点儿。这个套路啊，这个十三套路，十三刀的套路啊比较短，时间太少。我要根据这个王培生老师。在其他，哎，套路演练的时候，有些其他的刀法。在后边的话呢，我又重新加了几刀，
这样时间的话可以延长到一分钟左右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表演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时间就够了。一般这个刀表演时间不够，所以根据王老过去练的，我自己这个根据他这个套路又加添了几个动作，我把这几个动作我再演练一下。这个收拾了以后的话呢，到这收拾了以后，不收拾的话呢，就添这个行步，这就体现着这个底下的步伐。这最后加的这几下，这其他道里面都有这动作啊，行步，脚，就是这个脚走步的时候呢，要蹬，这起什么作用呢？就过去也是听老前辈讲，就是在沙土地里走的时候，前面后边有人追你来了，使这个脚碾地，一碾地把这个沙土能嚷起来，就迷对方的眼睛，它是这么个逻辑，所以咱们这个加这个的话呢，也采取这个行步，行步，走，到这一阵脚一穿掌，完了一削刀，这一个海底捞月，这走，这一个挂，一个挂刀，然后往下走一个下劈，这往上一捧。这要走一个行步，走，绕，提膝走，这一个挂，这穿刀，走这么一个360度，嚷起来，啪，这走一个收拾，出，回来。收拾，最后到收拾。无师太极13刀，整套路和动作分解，到此就是全讲完了。另外我要说明的就是，最后那几刀是我加上去的，不算原来的套路，这只供这个武术爱好者作为参考，这个咱们的正规的套路呢，就到这个。变和斜石这儿，对，就到这会儿，就到这儿就完了，就到这儿，完了就交了，下边的动作的话就是不算这套路里边的，它跟歌诀也没有什么任何关系，它跟歌诀也没有歌诀，变和斜石凤凰朝到最后这13刀就完了，整个的套路讲解到此结束。